变成新鲜年檬豆腐马爱达 ，Hello， Google 新野人默默，北极星晚安 ，Hello 天天，嗨嗨嗨72是企鹅，玉安晚安，为什么今天怎么那么K啊？辛苦了，不会不会。中分少女很兴奋耶什么？可是他等一下不就是要去那个什么吗？等一下有看到天天网页，他不知道去送别人。天天网页新功能吗？什么？他有什么新功能啊？其实，因为我都 always 只有看那个叫做什么 ？Hello 叉叉叉，就是那个啊，那叫什么？他叫做什么 ？IG 那个追踪数的那个令狐小燕 ，Hello，Hello 成全。等一下，我今天没有打灯，因为我刚刚又跑的回家。等一下，先跟安安报告约会可能要抢别的唱片，没关系没关系。嗯，猜拳胜率排名怎么？我最后一名是吗？Hello， 明晶，我最后一名吗？不会吧，这么悲惨啊？没有，我第三十吧。你是说胜率吗？哦，那我应该最后了吧。Hello， 许明，我不会念，72是企鹅，谢谢明晶送的星之冠。我今天脸很僵哎，啊不是，我头发很僵哎。约会那天要去练团，没关系。因为我知道暑假大家都是妈妈，是练习嘛，他们也是刚回家。对，对，对啊 ，Kevin Ben，Hello 水锤，卡丘晚安，国树晚安，翠翠晚安 ，Hello。可是我是只有10%，真是不容易。哎，好，等我擦个补光灯。Hello 俊，嘿，好，双眼 ，Hello 翔毅。浪客61，哦，这是什么光？好，这样有差吗？好，阿当 ，Hello， 我暑假比学期中还要忙，我可以觉得我暑假好忙，忙到不行。而且我现在不知道学期末，我还一堆报告没有做，我不知道怎么办，要不做了吗？学习历程档案。谢谢明晶分享的直播间，修宇 ，Hello， 中勋，米笋加少，卢卡晚安。哎，卢卡有狗狗哎，意外。哦，为什么他给我汤这么少？我刚刚去买大茶屋，然后给我汤只有一半哎。哇哦，好哟好哟，谢谢加少送的。安安身体有比较好吗？我不知道，但是我练习的时候一直咳嗽，我怕大家都被我传染。然后林杰被我传染的，超对不起他的。新演员分享直接谢谢，气到有时候会咳，没有。哦，真的好少。Hello 基思雅托鲁奖，谢谢浩一分享直播间。Hello Miso 小雨，晚安。为什么我现在让 Life 的跳留言方式这样跳啊？好奇怪啊！谢谢配菜的白饭，配菜的白饭送分享直播间，谢谢卢卡分享直播间 ，Hello 戴戴 ，Hello 鱼尾狮小雨 ，Hello， 谢谢变成仙柠檬送的魔法棒，我今天来再来猜猜看，我看今天运气会比较好。上次是哦，我赢嘞，好棒！石头，我又赢嘞，这什么胜？我又赢嘞，这什么胜率啊？天哪！我刚刚连赢1、2、3、4、5，我连赢5场哎！天哪，天哪，天哪 ！Oh my god！ 今天怎么这样子？对我这么好啊？果果今天没播是因为你？什么？不是？我已经很久没有见到他们，因为练习时间都错开，声音好久。嗨，一德，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声音很久，真的。我今天也有对啊，因为假如说啊。谢谢落日一笑。
我喜欢触剪刀，我超级喜欢触剪刀的。我再来试试看。哎，可是他又变平局了，不会吧？不会吧？他又回去了，认真。谢谢咪顺送的黄金四叶茶哦，以后不要在台中采选，台北风水比较好。嗯，但是可是那好像是上次的。先吃这个 ，My Love 鸡肉蛋盖饭，10%传说变成绝响，所以我真的那时候真的最后一名哦。然后空空单曲包，这么悲惨吗？你会不会又回来？你回来继续，最后一名。Hello， 詹明丽，林鸿章，请用 Hello。为了额头而致敬。感冒有好一点吗？还是在咳嗽，但是没有发烧。对。哦，米笋抽到1314，厉害厉害。Hello， 钢铁安粉。我真的最后一名啊，原来是这样。对，小孩子有时候会咳嗽。Hello， 杨雄，光头明，深深躺。Hello， 当然是悲惨，还有一生。可是我刚赢了自己，赢了4胜。一成 ，Hello KG， 要到时你还输30多场。哎呀，没关系啦。我今天跟法法，然后欧同勋跟郑宇威两个人，而我们三个人就还没捡到首富，结果我都是对，我没有输，从来没有，有输，但是我不是最后输的，至少精神看起来好多了。有，如果我今天从台中上来，然后就一整天都背着电脑，对面跑，肩膀就是有够酸的。Dog C， Hello， 要睡觉了，晚安。这么早吗？偷偷讲，额头安安，对啊，今天没有刘海。爱哲哲，阿哲 ，Hello， 后面那个牌子是不是换了？就是这一直放在这边，没有，就是台中不是这个，因为你差不多用完了，我也觉得差不多用完了。对，好像就这样子。蔡雅思的粉丝暂定吗 ？Hello， 维尼。谢谢秦湖送的魔法棒，辛苦了，等等要好好休息，好。啊，我就想说我要念书哎，气疯了。Hello， Kenry K， 因为我下礼拜要断考，虽然我们要念数学，但我地科，我想念地科跟公民，就是至少念一下。我今天下午一直想说。那我今天去念书好不好？然后就我就一直飞到刚刚，没有啊，我刚刚有练习，有，对，我有练习。Hello Bagir， 本王 Hello， 南宫繁霜还没暑假、哦？对啊，嗨塔瓦哥，现在换暑假就开始，没有，就是你知道，因为暑假就已经就是约好同学什么要出去玩啊之类，然后。你就没有心去念书这件事情，我就有点担心自己，有可能那个被当的可能性。上官月 ，Hello， 谢谢一晨送魔法棒，倪小龙。下礼拜三多点，礼拜三就放假了，超棒。有好一点了吗？有好一点，但是还是会咳嗽。夜夜天 ，Hello 毛良，还没试过。希望我今天吃完，大家容我安静一下吃饭。变短了，还要数数，我真的觉得，我不知道要放什么。Hello， 米油花生糖。好，因为我晚上吃饭就蛮快的，怎么感觉好像吃不完？
我今天已经吃完。你那一碗蛮多，那比那个分量还大吗？看起来。嗯，晚上吃饭，对啊，因为我刚刚七点才回，才回家，应该说七点十分吗左右搭上捷运，一点还大，那是因为我脸太小，记者，Hello 圈评你。中头彩到时钟没有，我本来吃饭是这个速度。我平常讲说挤去时候，我真的是15分钟吃完。I'm the only alpha。跟脸颊一样，整体的它呢，我也在想那个夏日约会啊，会不会很尴尬、啊？因为我去看去年的影片，我看起来是还好，没有很尴尬，可是我怕我一讲话全场尴尬。谢谢小妹手 ，Hello， 谢谢小妹手送我玫瑰 ，Hello 中友 ，Steven， 不行，我肩膀好酸哦，哎呀，哎，你们两个，怎么样？你的话应该不会尴尬吧？我觉得我很尴尬，我一讲话可能全场尴尬，如果没课可能会尴尬，一定要准备的。不是要起定啊，先准备好一个话题在那边，然后两个走的，尴尬也是一种效果，好像也是。不行，这样子太那个了，腰比较好，想要全摩，我也想去给人家按我的肩膀，我肩膀超硬。Hello， 易德，你拍片还好，因为他不会把尴尬片啊，尴尬片都剪进去了，他怎么演拍手？不行，这不是随机吗？就这样轮一。BS 四个人，一对四哦，直接用我的故事，不行。Hello 人好，糖分对啊，因为今天留还有点虚。你带芭乐做事不行，什么带芭乐不行，而且等一下哦。我今天真的背太重了。Hello 快乐，哎，这是 Happy Life 本人吗？让 Life 现在怎么样？龙骑士 ，Hello， 等我拿个饮料，等我。OK， 嘿，首部曲。一入座就说不会啦，快乐爱本人是吗？好 ，Hello 阿爸，哦，好酸哦，是发生什么事了？我要可以准备冷笑话带动唱一分，万一我会不会唱破音？进场就是跟事故吗？不要这样，这样太悲惨了吧？我会被大家笑。然后我可能就一整天都想那件事情。你玩麻将去啊？这样多一点。我不会玩麻将哎、欸。啊，是可以跟粉丝玩游戏是这样吗？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没事，好好。
什么超自然力量？你要撞到脚？不要这样嘛，不会啦。Hello， 阿华，一台晚安。呀，这什么鬼肩膀？这么痛？我按一下。它是硬到一个不行，我的肩膀。Hello， 阿君。一人三十秒，可能很难发挥。三十秒，早点去买个药。跳高贴吗？嗯，我这边应该有那种酸痛膏，好像没有。Salon Pass 有用吗 ？Salon Pass 哦，没带，真的没有。因为什么？你在 Have Love 吗？这样。谢谢花生送的把魔法棒跟幸运草草里面这样要计算的，不用，没关系，没关系。一人三十秒啊，两分钟对不对？一桌是两分钟吗？二十秒，我拿成鸡肋吗？鸡肋哦，它味道有点怕哎。但是你练喜欢的吗？我是没有收操啦，就是练完就得走。哎呀，一二三，我想听到啪一声。小咖波 ，Hello。抱枕声音很疗愈耶，这可以吗？这什么？不知道什么奇怪的药膏？哦，对，我今天我还带书来，结果都没有念。哎，这凉凉的，感觉可以。好，等一下哦。哎呀！什么安安变态？什么安安变态？可以的，好像可以，应该可以，应该吧。喂，喂咻，喂咻，哦，凉凉的，送。好，等一下，我再涂一点。什么？我很恐怖，不觉得吗？不懂可以问你们吗？现在念呢？现在念吗？认真。落枕不是，你不是落枕啊，肩颈酸痛。而且我每次酸都是酸左肩。Hello， 柯柯，加油，滴滴答。Hello，OK OK OK， 凉凉的，好 OK， 棒。变态，什么东西？我今天真的有带书来念，只是我还没有打开它而已，因为还没有 feel。第一次说话，哦，听不懂啊，循环，肩颈，对啊，很酸，超酸的。Hello， 阿阿姨，进肩膀硬，什么？刚刚刚不是那广告吗？毅力气啊，绝配 ，voice。怎么吃力贴？然后呢？但是肩膀顶扣扣。哦，刚差点咬到自己，我还不能边吃边跳啊！断考索性不读书来看你直播，我跟大家分享我上礼拜五考的化学跟那什么国文爆了，
因为我只要看到计算机我就猜 A。 所以我跟我朋友就讲，就是社会组，他都草莓讲见手有没有，我应该是手机拿他的、然后对就可能会被打，就超难煮。他说没煮直接烤吗？没有，我有背过，我现在很记得，因为我们老师说那些默写会考很多，就是因为这手写会有手写的简答题。小高一还没，没有，我们要分组。哎，对，对，我们要分，我要变成会组，超赞，这样就没有学自然。我刚讲哪里？你懂？哈哈。我刚讲到，我刚讲到什么？哦，国文默写。然后就想说，因为他只考默写，想说，之前都考25分，那这次考25分了，但我就25分，我应该会及格吧？结果拿到考卷，哦，怎么这样呢？居然才10分哎！然后我就背了4段默写，我现在记得：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开不完春柳春花满画楼。这真是玄学。只能抓，哪里学？不行，用背都天才好不好？嗨，像国文文科这种背的才才正常，自然用背的都是天才。好像是吧，就是背算是不是？Hello Alpha， 没有，计算过程可能不复杂，可是就是因为我的我的数学太烂，我觉得我真的背数学不用上，我觉得他一定会挡我。不会背公式，自然就看看，然后就说学霸，学霸，不行不行不行，反正健康好好去学，然后你会跟弟弟说，哪有？我弟科平时考，我只考了30多，我就说我以后会背蛋哎，我要补考了。我们弟科老师说。这一颗被当是很羞耻的，没办法，我就烂。你都觉得服务很差，因为平常吃晚餐比较晚，没有啦。平常在吃点不满，就刚好晚餐时间。你会有点低吗？会这样吗？没有，因为我刚刚这样做就很小一次。等一下，我坐垫，哇，那我们好多地都不会当啊！这种老师哦，等我再去拿一个坐垫。我刚刚已经做了一个坐垫了，怎么还这么矮？一定不是我问题。等一下。会修，哎，这样可以有够高吧？施雅颜粉肉 ，Hello， 阿飞 ，Hello， 食物系偶像，你确定食物吗？食物系 ，Hello， 狗，海报欢乐颂 ，Hello， 这怎么啊？好，算了。算了，怎么弄掉？当全校平均不到60的时候，老师不会当人吧？可是我们需要有精英班，所以没办法。
Hello Sabrina 与你相遇。鲑鱼 Hello 燕琪，应该是我也不在某事故系。喂，你早安。不习惯用。谢谢易德送蓝色英语棒。易德今年是国二吗？要升国三。低调的灰原哀。嗨。夏天喝鲜茶吧，清爽微甘，不苦涩。Hello， 切尔东。然后我现在嘴巴都烦哎，然后我刘海又闭起来。晚安，我今天喝了两杯饮料，但是我刘海一直闭起来。一二三，他我很多啊，你是问这个？对，我是问你要升国三。太多了，我今天吃饭的时候，就我今天跟其他人一起去吃饭，我们就去吃春水堂，然后就去买饮料对，然后就喝完了。因为春水堂饮料真的太小，然后又很贵。蚂蚁没有，我都点什么事？我要点半糖，对，半糖。谢谢新人送的热减脂解渴味。Hello， 春爽真的好贵，我今天只点一碗功夫面，因为真的太贵。安静，好野，安静的喝春水汤。什么好野？好野是什么意思？半糖还是甜？没有，我跟你讲，熊妹超夸张的，熊妹就。那时候我跟他讲说我们要少冰，就是我们点了蜂蜜翡翠绿茶，然后就没有调到甜度嘛，就正常，然后就喝到半，然后谢谢，我会出剪刀，然后熊妹就说我觉得好涩，我没有甜味，然后他就跟店员说可以帮我加糖吗？然后就然后店员就拿一堆糖浆过来，然后就这样咬。好甜，因为其实我自己喝的时候觉得很甜。好野有钱，这是香港的广东话吗？春水汤买不下。怎么不会是南部人？台南人吗？不是都是甜的，就甜也不会上油，他就一直加，我就好甜。右心晚安。而且重点是，全部应该讲之后，然后。店员还忘记，然后就对吼，所以他们半糖太甜，我只能喝20元一大杯五爪味红茶。五爪味红茶吗？那不是蛮好喝的。是台语，台语，真的假的？阿贵仔 ，Hello， 喝春水堂还加一杯茶，很浪费茶，因为他主要是卖他的茶。卖什么？蒋旭 ，Hello，Hello， 脑风，跟大家分享，我今天一直想要去吃那个，我已经笑想去吃一兰一香，想了两个礼拜了，然后我就还是没去吃，太难过了，因为林杰昨天约大家吃饭，就不去就不好意思，然后我就
好吧，跟着去，然后我们就吃了春卷。还一包糖葱吗？跟代言包一样吗？Hello， 吉思阳，思祥，思源，这种一兰，一兰，对啊，拉面。我已经想了两个礼拜了，因为上礼拜我本来要去吃，结果我感冒了，我那也不能搭捷运，然后就没去吃。然后我那时候哭，就说为什么我想吃一兰都吃不下，我觉得想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就赚不钱，然后我就开始哭了。然后就说没关系，我们下礼拜再去吃好了。然后我们今天还是没吃，我们还是没有吃，没吃。地方去，下午一点应该蛮离峰吧？还是你？可是我记得宜兰晚上半夜是超多人。嗯，宜兰，因为台中没有宜兰。早上吃哦，早餐 OK 就 OK， 明天再吃，不要，我不要，我要再等下礼拜了。然后结果会不会还没去吃？比起宜兰还比较推柑橘，对他们哦，我在 Dcard 上面看到不是很多人推荐拉面吗？然后就看内湖超多，就好心动，就是有一篇文章，然后。五点到九点哦，宜兰最好是24小时。我觉得不能吃宜兰，目前上，因为我觉得很难过，但我真的很想吃宜兰，然后就我不知道。排两小时，哦，我上次跟嬷嬷去吃的时候，我们就为了等宜兰，我们好像等了2小时嘛，然后我们就在外面打游戏，任性眠，没有，因为很麻烦啊。对呀，对呀，耶鲁家园 ，Hello， 内湖很棒，内湖很远啊，内湖我不知道，我是看到哪一篇文章，中山有很多吃拉面的，好吃的拉面，有推荐吗？哦，我有去排过哎，我排过一间，哎，发现台湾就超爱排队，超级爱排队，然后进去就好像为什么会排队呢？摇 ，Hello， 潜水兔。T 恤哥阿翔，晚安。安全，没有吃过耶。好、哦，输给全品命，还没有平局就算输吧。那条不是都在排队吗？一番新或北一家，一番新，我是看到那个。有些茶烧看着很好吃，谢谢花草送我心之瓜，呱呱呱！树林的话没有，为什么会提到树林去的呢？树林是在哪里啊？其实树林在哪？树林是在树林。去台北跑朋友，有时候就吃拉面，因为台北拉面店很多，台中就是益丰堂。你想吃陕西乌龙面的感想？出门想吃陕西乌龙面，陕西乌龙面，为什么？没觉得，板桥跟桃园中间太远了啦。文冰家也不错，那边应该最深的我鸟人啦。鸟人哦，我好像看到这一家山兰的豚骨汤感，女生接度高。山兰吗？好像可以，还是快了吧。Hello 青苹果，胡爱羊奶 ，Hello 羊奶，易恩 ，Hello。所以山兰吗？我是看啊。因为之前在电视上看到老板，就很突然想吃。哦，陕西乌龙面，好事多，好事多吗？啊，我在好事多，我觉得好事多的豚骨乌龙面超好吃，超级好吃。吃不下去吗？西面鸟，我对台州超不熟的，我发现这件事情。Hello 绿潮，那我大部分都在吃素食，
十吗？素食 ？Hello 加速，你说麦当劳之类的吗？等一下哦，迪卡，我觉得迪卡真的名字很像那个人。迪卡，然后什么深夜拉面推荐人，我上次看到这个标题，Hello 加速圣哲曼，三蓝超级油，等一下，等我，拉面推荐。什么东西？拉面。Hello， 什么？听得很热烈，听得很饿吗？很饿吗？没有，我刚刚听到很油，就等我，我记得我看到那个。我记得它的标题叫什么啊？台北深夜拉面是吧？可我家那什么深夜拉面，好吃的拉面在哪里？然后标它的封面的图片是一个很漂亮的拉面。角色上面是 Nagi 吗？你说葱？什么葱？西门店角色？角色在哪里啊？因为其实我们没有很常去西门。尾鱼 ，Hello， 我多幸福，五脏，流浪的频道 ，Hello， 叮咚，等我，我有点忘记那个标题。深夜，哦哟，深夜拉面，你看标题叫这个吧。找到了，宵夜也吃得到。看这家就是哦 ，Nagi， 那个还超好吃的，还有那个面屋一庆啊，哦，还有道乐屋台，看起来超好吃，看起来超好吃，我想去吃，然后还有积极君。面屋新家，哦，鸟人也看起来很好吃，可以。Nagi 哦是色，那葱叫什么啊？葱不也叫 Nagi 吗？吃，看起来超好吃的。台中的话，山下公园，完了，我是不是台中人？啊，都没听过哎，怎么这样？哦 ，Nagi， 哦，白痴哦 ，Nagi， 我们想说什么东西？我看到这些拉面，我要找一个很好看的拉面。三蓝哦，这个，看起来有点油，我不行。Nagi 没口味的，所以推荐入门首选。它那个超好看，哎不。它的拉面照片很好看，但是我觉得这个面屋新家，这个看起来好好吃，那看起来超好吃的，夹得太重了，哎呦，这个看起来很好吃，这看起来超好吃的，横滨加系。什么是横滨加系？哎呀，啊 ！Ender，Hello，
我们今天量体重，发现我又瘦了零点九，嗯。嗯哼，嗯，没有新冠，新冠啊，等会，生病了。三开头，对啊，哦，好像是也生病，嗯，三开头，对啊，你要跟我讲说没有，没有，练习后还没吃饭，嗯，被吃的，对啊，我很爱吃心之冠耶。我真想买 Netflix， 超想买。欸，我上次不是有讲，我想买。而且我发现可以看超多超多超多剧的，有点心动。嗯，关心日常。嗯 ，Hello， 好意黄鱼，你们用我真心。哎呀，哼，你说怎么？对啊，还没买啊。完全还用不买，真的想买。他们那什么家庭那些超划算的，阿米 ，Hello， 分享。分享，一起分享吗？他说阿皮的，那我，他这最后付钱还是爸爸在付钱？双人他的，真的有点很紧张。再说吧，因为同学都要分班了，就尴尬。谁在放这首？真的假的？还有谁在放这首？就因为我太晚看，然后他就把影片关掉了，那个什么锁死了，然后什么什么，我一直想说东西，我们不会愿意的，我们嗯，你去背他的背。我现在很会挑，我现在超级会挑，告诉你一个秘密副歌。经过嗡嗡大师指导，微博真的吗？第一集还没快看，可是第一集嗡嗡还没出来。想看吗？我会现在做给你看。最新的那集啊。
然后整首歌就是嗡嗡的声音，然后嗡嗡的名字，我就因为嗡嗡的声音其实蛮好认的。要告诉你一个秘密 ，Hello AB Today， 谢谢阿天老师，我心心相印，就这样。第七次就跟我参加征求，你没办法，谢谢阿提拉送我蓝色影子们 ，Hello Kami， 晚安。我嗡也会害羞，我们今天练习说，哎，你唱一下那个啊，放手自由，挥霍。然后他就说，不要，我不要，但没有人在唱。居然，真的这首超新。Make you my。谢谢低调的会员送的乐。你在笑什么？你说嗡嗡吗？嗡嗡最近粉丝暴增耶，超夸张的增。然后我就跟对方说，哎，你怎么不用点点我的选手？然后就他们因为他说其实平常不会打开 IG， 那么害羞欸，他超害羞，我就意外到。送我星之冠，可是我先嘴巴都卡了快。成人，喂 ，Hello， 想象他害羞吗？他就说不要了。赶快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好不像他哦。最新最独家的滴滴五二影片哦。I was go。你今天敷片打了吗？下单敷片打，迅速恢。嗯，那新冠居然没被吃，哈哈，没那个，啊，没有，我没有，因为我，对，我在吃东西，我看我俩小了，然后嘴巴都是菜。有什么学生？我们快吃饱了，我妈教你。韩国的水我很，水我很。Hello 上庭，谢谢人豪送的乐 ，Hello 刘，谢谢康米送的烟，嗨儿童，哦，因为我刚刚念完舞，然后
很湿。什么？什么打错？哎，我跟你说，今天怡真马上来我家住。但后来想想说他要带胶不说一片，然后说要带整套什么，很麻烦，然后下次再来。嗯，现在都知道儿童瘦，一小时就要吃完了，辛苦良好，是不是？什么你知道啊？什么什么什么你知道啊？哦，你知道他今天要来哦，原本要来哦。没有，我说他今天晚上来找我去，他说他想要来参观，然后结果呢，他突然间就说他什么角膜塑形片。你有看到我吗？没有，我们时间只是因为五点到六点直播，然后他前面有练习，所以他在同时播嘛。嗯，然后可是因为我后来是，嗯，在他直播后面才练习，然后可能就有点麻烦吧，然后就说想吃。嗯，他说的。参观我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我想让，嗯，角膜塑形片要戴整套，我也不戴。角膜塑形片不是才这样吗？就隐形眼镜啊。他要本丸，那本丸拍的照片那么好看，不过我觉得明星堂主那张。呵呵，什么你也要？什么大房里面？超小的，好不好？我这样走过去，一二三四，大概五步路就没路了。当然还没好，我考试的时候一直很对不起旁边的人，可能我一直咳嗽，他就觉得我很吵。人家看看很爱动物园吗？动物园。房子大到需要开高尔夫球车，没有。对，我是说车里那张，我就是觉得我一直被我妹笑。还喝什么？啊，没关系。零。还喝饮料，没办法啦，不喝怪怪的。你是要你再点看看，可以吗？可以点糖吗？天哪，超好看的，厉害，本王厉害，很会抓哎。想知道你在哪里？什么？什么我坏坏 ？Hello， 阿红，一直想打嗝。那你会看？以后不留言，大家会看的、啊。
下，对不对？我吃完了，没有，我觉得还好。然后滴滴五二不是旁边都有那个吗？如果看首播旁边不是有留言串吗？然后我们今天在讨论，然后他们就说周家也太夸张了，因为我都知道说旁边留言在讲什么东西，谁被骂啊，谁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就说他们就觉得说我很厉害，然后我就嗯，然后留言看得很仔细，一脸上气色那种真的不要 ，no no， 垫垫一点，什么垫垫一点，什么叫做垫垫一点？哈喽家属，哼 ，I was go love tree， 想知道你在哪里？啊，哦，没事。这怎么念啊？嘴唇 ，Be my baby， 叮叮。因为平常很难拍到你，难得拍到你的，没关系，没关系，嗯。很难拍到吗？就因为现在拍到机会都没看，是不是？哼，薄木版的，什么薄木版的？啊，还要骗谁？古比，古奇比，什么古奇比？你就嘴唇吗？唇吗？谢谢信婷送的蜂蜜柠檬水。Hello 小易 ，Quirky 叮叮，以后我点不要点，不用啊，不用，多留点盐。Love tree。然后我刚刚看那是 MV。太长了吧这 MV， 嗯，哎，东西寄出去啊，我今天去公司还没有收到，没有十，哦对，前面七分钟超长，哇哦，哦哦哦，今天好不一样，因为我刚刚练习又还有点哑巴，所以我就把它补好。嗨，旅馆，他们很会把人看成文件啊，等我一下哦，哼。我以为我要 DB 这场了。Be my baby， 哦、oh, ，Be my baby。嗯。哦，然后因为暑假嘛，然后大家不都放假嘛。然后，我钢琴课现在就不知道怎么调。然后老师调时间，我没办法上。怎么办？我在想，因为我上次八级检定没有过嘛，然后我现在在想说，嗯，还要继续考嘛，因为我怕我会过老多级。棒读式唱法，那什么棒读式？等我啊！贵格鲜豆奶茶。Oh no！ Oh no！ Oh no！居然这样，可恶，欺负我！不行哦，老师居然挑的时间，私讯我，没过，对啊，我上次八级没过，有点卡。CM 连发，什么 CM？ 是我看不懂留言吗？还是是我阅读问题吗？
你有会过？还没考到，今年是8月30号考，啊不，这次暑假。我考进，很贵，像那个1000，好烦哦！可以不要上钢琴吗？这是什么鬼时间？2224。哎哎，怎么这样？录五首了。RCM 超多的，广告超多。那你要吗？不行。很麻烦的。那电脑怎么这样？哪周？健康 commercial message 哦，庆龄，我要叫你庆龄还是广冠宏？你怎么可以这样？这什么什么超级可怕的音？要是能提升你节拍感，节拍感。可是我觉得唱歌吗？这首舞吗？我喜欢他的衣服。啊！我剪刀终于赢了，万年剪刀手居然赢。开心哦，可以。Q Hello Q， 啊，可以吗？可以吗？拜托可以哦，不然我会生气哦。再跟我说不行，我就不上了哦。好哟好哟，我已读他。哇哇，拉锤的不错看，拉锤吗？拉锤，拉锤，拉锤。不要，我要用罐头本名。那段男总让我们去中间吗？哇，没有人在这看，不行，快点上去。为什么要带你生气？想被凶是吗？我要什么？传一个贴图给他说 ，OK。哦、oh, ，very very 麻烦。哎，哎呀。认识，Hello， 家训小严啊，你是说不行你就要生气？没有，我说钢琴老师，他如果再说不行，我会生气，因为我时间太忙了。Hello， 月容，对啊，我发现暑假的时间比平日还要难巧。对啊，嗯。因为嗨，那你会怎么？不行，不行啊！就是暑假、哦，因为要出去玩，然后又要模拟考，然后又要舒服，然后又要补考，哎呀！暑假很多人说吧，少女爱很多烦恼，少哎、欸、有一首歌什么少女什么的，哦是祈祷。少女的祈祷，少女祈祷怎么唱？是那个垃圾车，电量注意。哎、欸，你也知道、哦，我拿个充电线，等我。又要补考，还没出来，但是我一定会补考啊。等一下，我化学，因为化学上次两次分数真的，现在平均下来才三十三五左右吧。对，然后。然后地科
然后数学，英文我自己有点害怕。我先预设时间嘛，有点怕。对啊，欸，可是还好欸，你们要想，还好我时间没有冲到那个欸，夏日约会。对我很有自信。没有补考，我觉得看老师，有些老师就是你有去补考对过，差不多25，只要跳纸画面就好。等我，我马上回来。哎呀，夏日约会，木来对。很多人不能来吧，就是时间，人刚好排在。啦啦，没事。哦，对，我要跟大家说一件悲惨的事情，就是我七月份的升学没有拍照。对，现在我可以在那边透露大家衣服长什么样子，因为我是自己带，就是被大家说人家小孩子。我也考中学啦，没关系，学业重要。同学，啊！你说八月的吗？因为那天太赶，真的太赶。就是那时候不是那个吗？肺那个吗？疫情严重。那时候拍的时候疫情严重。哦，什么？不行。好，我先那衣服有点像 TTP Festival 的私服的。嗯。可以穿自己的，可以自己看看是什么主题的。嗯，八月啊，八月的啊，哎，八月不然你会后悔，我真认真的，我是 very 认真。真的再去多下一个，不要了。什么撒娇？然后，好吧。哎，什么？你要露腰还是 cosplay？ 没有。就是那件衣服，白色上衣，深蓝色裙子，小短裙。什么？不是，纸笔吗？还没钱。不指定不行。我那时候原本想要穿件很夏天的。细肩带小黄裙，可是主角说，就是好像他觉得好像太成熟，就是有点不符合我的，然后就说有点不行，然后我就没有穿那件小蓝色小短裙吗？我会不会腿被拍得很短？你看，没有图，哎呀！在迷你 Hello 演 Hello 演，虽然很多时候会后悔嘛，但是在演出啊，没关系，就是你要买我吊饰哦，真的谢谢月柔，细肩带不换，不会吗？认真不会啊，我一直想说，我想挑战看看，结果，然后我也被驳回。现场被一堆人驳回说，什么要后悔？我说 mini concert 不来，所以每次不来，我就会说啊，你们会后悔。谢谢张迷你 ，Hello， 谢谢日安的追踪，居然是主角吗？还不如一姐 ，Hello 青苹果，你可以挑战，但公司不一定卷，没有啊，衣服放在那边就是可以穿的意思，不是吗？我很愿意。
谢谢月容分享直播间，惨了，命运抗手还没抢啦。嗯，可是这次的七月份小孩感，我自己觉得。听说祖祖七月的衣服小母汤哦，哎、oh， 欸，他穿什么？他穿什么？被呛到，等一下，想不起来。哎、欸，他不是那个吗？他有发对不对？哎，躲过下一个。同样衣服不同穿会有不同用。哎、欸，可是我想说，我就穿穿看，然后结果就被现场大家驳回。他们觉得太肉太多了，我就哦，对对，被驳回。不行，我一直发现儿子会咳嗽。驳回吗？期待啊，月容，谢谢。谢谢什么？谢谢祖祖，我就想看看他穿穿什么。没有，我那时候穿的就现场一片，就说不会。然后我就穿的很小孩，我也觉得不像是夏天的感觉。穿很小事，你看那才是大事情啦！哎呀，噔噔噔噔噔。Andy， Hello， 竹哥在哦，什么竹哥？谢谢小新人送 kiss 猪猪，小孙是四单的经费，他借的四单吗？好吧，可是四单有应该回我手会吧？会吧？哎，不对啊，是每单都有，蓝色小短裙，你要再多些，是蓝色的、啊，蓝色的、啊、裙子啊，大概到大腿。吗？差不多。Hello， 依然也是矛盾心。你有这种准备吗？我已经，我暑假要模拟考啦，一的，我要升高二。我国二的时候也模拟考，那时候第一次考模拟考的时候，真惨痛经验。那个牛，哪个牛？啊，你不想看哦？我们会不会以后越走越开放，然后就以后变成比基尼护士装，没有护士裙，粗比丘尼先生还是什么双人身，大腿一半，应该有大腿一半吧，我记得那件裙子啊，说报纸皮，可是那个裙子好像，对，好像差不多吧，嗯，好像差不多。我发现我最近，因为我都不发我嘛，然后一直被退粉，可是没有照片，怎么办？兄妹怎么办？兄妹怎么办？好烦哦！好，我没事。Hello， 小猪，还是清纯派？哦，清纯吗？已经跟我们痛苦吗？月容国一啊。国二你就会懂，就是那时候，我会跟你分享我会考经验。我会考经验是我到三个月前才开始准备，就是可能原本可以考更好的，但是就是有抱着玩的心情嘛，所以说后悔也不后悔啦。对，就是看你想要考什么样的学校。那如果你想要考什么女中啊之类，我觉得现在就开始努力了，上课认真。文森哈喽，欢迎展示。可能那是本团吗？现在哦，对，现在都直接那个，直接对，然后就有招法，怎么会有这个？哪个？清泉喝喝水，喝水哦。我想，我会小心看。性感哈，我性感起啊，我很感觉不起。
之前的考过一次 CAB 啊 ，CAB 一等我跟你讲，我第一次模拟考的时候我考了4B1C， 和数学那时候考 C。Hello 田中道理文，请明说，谢谢邓宇松的。等我，我要去拿水，我这一直渴哎，等一下。很多没看到，嗯，先不要，回合，欢迎补习班，哎呦，你考这样会有什么？为什么？啊，你是读好学校是吗？按照小耳朵，为什么？为什么？我等一下来念书了啦，我要来背单字。可是我觉得我等一下开始滑手机，天哪！嗯，四单如果年底花就决定花多少钱了。用紧张的时间办补习，什么？其实我也想问蔡雅思的粉丝，这是谁？你是谁？你有来看过我直播吗？刚考高等没有是吗？哎，可是你考到 number one 呢？什么？你听到什么？黄天书怎样嘛？不相信是吗？有点好远，我也觉得我开滑手机，怎么办？天中人上没关系，谢谢。黑形蘑菇 ，Hello， 邓好离你很远。哎呀，我觉得我运气真弱。So 运气好，运气好。如果大家遇到我跟我猜拳的话，我们应该都会出钱。就以刚刚来看，我就那是有那么不相信啊？没有，因为我上次英文考太烂，烂到可能会被打程度，所以有点害怕。别唱，我现在没办法飙高音，因为唱不上去。到底，我又感冒吗？天气还会出事，所以你到底是谁啊？噔噔噔，你要拿什么？我先把它喝完，不然放太久。少用点好。下巴哦，真假的？下巴吗？让人下巴。大家喜欢咬吸管吗？其实我没有很喜欢咬，但是偶尔还是会咬。胡斌。那就是你不是看到这种吸管上面圆就啊想咬，反正他管他反正什么喝，哎，哼，一场约会。
会少什么。还在口腔期，什么口腔期？有毒？哎，真假有毒哦？啊啊！还是很怎样？我现在还是背不起来单词，我也觉得很困难，因为我每次背单词我都是五分钟背。嘉欣什么时候直播啦？我吗？下礼拜是断考周。好像是好留下啊卡痰那我一谢谢送的我看看新闻用新脚才好养欸玻璃洗玻璃洗粉吗认真哼我看一下哦，你就不跟了？为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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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跟？哦，换你考试？为什么？你又怎么那么晚？嗯，我可以先告诉你们，虽然很没公平。啊，16号，礼拜五、礼拜六，居然，对，还有你们这些人，你什么？你考试断考月？啊，国考你要考什么？我在星期一跟星期二考吧。对，就是星期一跟星期二，所以我才有点担心。什么母汤？天天，你还在啊？木头面粉，你要你是要吹那个吗？萨克斯风？变形发热会语言？真的假的？咬得很有经验，他好哥，你居然咬吸管，太反差萌了吧？什么态度？我刚怎么了？没有，没有。哎，我很敬佩天天哎，伟大的天天，天天大大。杨帆，杨帆，杨帆。哦，哇，我觉得你好厉害哦，会念书又会音乐。你在士林夜市写过行中，哦，哦，士林。有肚子，吸管味啊、哦！真的假的？有油味吗？没有啊，没有啊！天天外送不付钱，天天不是点付费的吗？然后每次说为什么这些都那么慢？喜欢念书，好羡慕你们很念书。哎呀，哎呀，怎么的呀？那你叫吗？士林夜市，士林夜市还有什么啊？士林夜市地瓜球，我知道地瓜球好吃。豪大，哎、欸、不对，那是西门啊，豪大鸡排。超慢，肚子饿很火啊。吸管你也会，不会咬吸管的，可我很喜欢，最近很想咬钢吸管。你就上 DC 说、哦，呀，哪里没有地瓜球？不是不是，听说士林夜市地瓜球很好吃。哦，士林夜市我最喜欢就是去那个捞鱼、钓虾，它不是那个棉筷子，然后就捞。天啊，算钱都直接就这样吃是吗？三抢约会凶啊！哎、欸，我很怕就，其实我现在有点印象模糊，就是大家的长相跟脸，嗯。就是假如说是在那个现场，我可能会认不出来。嗯，哪有四场啊？哪有四场？明天就只有一场了。我们咬那个吸管，不就很疗愈吗？咬那个吸管，然后咬不断，就觉得啊，一直咬。
你记得我长相啊？哎，可我也记得你的长相，冠宏记得长相。陈晨，谢谢送的新之冠。你要是应该没有刚刚的。反正要戴口罩就逛一下。哎呦，戴啊！会不用哎。非常美味家本身就真假？我很喜欢柚子凯，很好认，桃尔哥也很好认，北极星也很好认，上田也很好认。我现在还有谁？天天也很好认，虽然我没有看过天天本人。我也很有咬心，很有咬心，咬很有心。为什么？俊辰 ，Hello， 谢谢你的追踪。嗯，还有什么？你很好认啊，你超好认。天天不认识你啊？没有，我知道你是伟大的天天，写程式的天天，但是我没有看过你本人。可是我看你，如果你是 IG 照片长那样，我应该认出来。你长那样吗？落日一笑，落日一笑，你有来 read。还好安安不认本丸吗？没有看过本人，本丸本人，你认人还认不人啊？认人啊，当然认人。你讲的很奇怪，随口的。哎，不是，我还记得我那时候离场的时候，你在，我就从你旁边走过去，我看了你一眼，然后你没有回，你没有看我。然后我就要上车的时候，然后我就后面直接说，接受 Curry 跟你打招呼，我就，你没有跟我打招呼吗？天才了，耶！哇，你会不会下班回？真的假的？因为我其实，你在哪里？好，你是看我。Hello， 李宝倩倩 ，Q 蜻蜓。Hello， 怀怀，嗨。你有看《偶尔只是怕你》？不会，我都想说你会不会跟我打招呼，就你没有跟我打招呼喂，然后我就我要直接走掉吗？开心你不是衣服，因为其实就是因为很久以前就认识你这个人，所以可能认出来这样。嗯，我可能那边很明显的，哎，我一开始出来的时候我没有。我想说，旁边没有粉丝哎，因为就一出来那个我们那个不是咖啡厅嘛，然后外面全部都是公主，所以其实我有点吓到，因为人有点多。不会吓到好吗？哼，哎，我今天终于吃到宝贝球的那个嘞 ，Mr. 豆达子，好好吃，好好吃。可是也没有那么到经验啊。不会。你要喊我、哦，真的、啊。我觉得下次可以大家来那个，我一定要记得你们的脸。我现在记得，这什么？参赛提示：恭喜获得吃鸡 solo。先不要拒绝，不好意思。很贵。什么很贵？哦，你说那个很可爱，对，很可爱。蓝色耳朵到处晃，你吗？哦，我记得你说那个是，那是无尾熊，对不对？是吗？是无尾熊，是吗？谁？你有啊？有啊，你在外面我就直接看到你造型的，有，可是它就是甜甜圈造型的。你隐藏在你的视线中，不行，我一定要认出你来啊！我认出你，泡芙大叔 ，Hello， 德中九代 ，Hello， 阿修嘎是只皮囊五代。上次 Daisy 不是跳的，是吗？对，上次 A 是跳的这个。那你也都不要
后面写了三个字假怡真。换我喝了。想唱歌，唱不了。你要去整形啊？不行，不要整形。你看周日龙的吉祥物，大朵啦，原来是这个。啊，谢谢。哦，然后我们是那个烧鸡打烧酒打鸡油。你应该觉得你头发蛮难看。我那时候真的是认名牌，你那时候身份证哦。我啊，我认出来。有啊，我们没有见过，不是，可是，我那么瘦，我大家说我很小只，想要学这首，这个，那是吧？下次试试。Hello， 小薰，可以呀、啊。你很小声，然后我要，其实粉头长得好认，只是要熟悉才会认出来，这样是吗 ？Hello， 卢卡拉，噔噔噔噔，说不定小助理比较认人，真的吗？哎，我刚还没有看到你，哦，对啊，我三三。我今天量39.1，然后我为了要凑到40，然后我就拿了我的钱包跟手机，然后我不能按，不行，然后就好吧，好像加不到，算了。你说我跟谁？我跟谁样的哦？太轻了吧？没有，我一直都差不多的体重，70，差不多。有时候没说过话的人，真的搭不起。可是有些人可能见我一次面，还是你旁边那个，你爱去旁边那个啊，真的、啊。没有了。其实我平常就是这种。就我才加到39.1，然后就好吧，然后我们就说哇耶，我们加，然后就说哈，太过分了吧，然后他们就想说凭什么这么瘦，为什么这么瘦，瘦子也有瘦子的困扰，好不好？ Hello 风风，我知道你在讲谁啊。算了，你看，像杰西很小只，杰西很可爱，他超小只的。你帮你踩一下，不要这样坏、欸、你。放行动中，行动中吗？行充没有带行充。你要讲行动充，我想说是熊妹吗？熊妹吗？我不是，我刚刚说的不对。就是。有 my daddy 的良好基因了，就熊妹，我是熊妹。噔噔噔噔，欢迎 ，hello。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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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 ，hello DJ。哈许哥。近期的 MV 都没有，比较少剧情，微电影那种感觉。哦，那个女人是吗？啊，有时候真的蛮困扰，其实。炫耀是不是？没有吧？我们真的是困扰耶。
年轻气出现。我会不会以后这么帅？你说这样太棒了，很开心。不要想，不要想，先把你关掉。我不想讨厌你，不会，我也是不胖啊。你胖很多，其实，因为你一直叫富平达，你是吃清淡一点，吃甜甜圈，不行，吃超肥。我是森哈喽。甜甜圈没有没有，我可以吃吃稀饭的。好，可以重新休息。这我没办法，不这没办法关掉吗？好吵哦。我想到的家居吗？这一位不要传讯息，设定吗？赖的只要一开启，它就会一直那个响响个不停。关闭自我提醒，安静哦，安静。饮料，饮料，哎，你们在想啊？有没有耳机？人家刚收回讯息，然后传，然后我就，好。哎，超讨厌了，为什么？我觉得那很讨厌哎。没有，我们不要包容在聊天，笑死！我怎么那么可怜？太可怜了吧我！没有看到练习他们，拍照然后直播，然后我要直播，然后没有我，二四六八十十，少一个我。一个我 ，so sad， 太难过了吧？边缘 ，hello 阿贵，不想要了，喂，怎么样？可怜呐，可怜呐，我没有边缘，我只是今天只有我直播而已。可是，佳丽说她想要把我 P 上。麻烦大家了，拜托，快自拍。然后来得及你的位置，没小野张 ，Hello， 北极星，你好暖。我要自己传说 ，Hello， 我是边缘阿猫，不行，然后这样会全场尴尬。我觉得我会被劈一个大头在上面。好嘞，给你。怎么跳啊？玩弄什么变人案？为什么停时？因为他刚好播了。然后我们等一下再来播那个，是那个。离离开的离 ，day day demo， 没有没有，我们自己
好可怜的我，麻烦的。麻烦热，热，我打呜呜呜。边听边，我觉得我好可怜的。没有啦，哎，这样子我就以后就是，但我在想，那我。不边缘的安安怎么那样，哎，下巴Hello 和恩，想说，因为可能有时候假日会联系，然后假日要播嘛，假日还是我以后播十点，播十点，然后播到我要12点，你还是叫本名好了，这样叫我本名吗？我叫我算了，我看放桌上 ，Hello 何恩姐，就是。新苹果 ，Hello， 不要看我，你 OK， 我 OK， 嗯，还是我，因为大家今天听到说我要直播，然后他们就说，假日不要休息，不是要休息吗？我想问，那要播平日吗？因为有些人平日不行，对不对？嗯，啊，啊，加油！平常都超晚睡。有，我看到你们的 DC 非常晚睡呢，谢谢阿凯送的玫瑰。你看那边，平日吗？可是好麻烦，因为平日你说还要点啊，怎么那么麻烦？我好羡慕，因为算了，只是我觉得我是我自己的能力，因为像立凯有时候不是一周播两小时吗？但是我觉得自己播四小时多，但我觉得这是我能力吧，自己可以播那么久。没有。我跟你们分享，我觉得我这次的感冒是因为我那几天我都两点才睡。想当薪水小偷？好，薪水小偷。平日上班时间不行，我要上课。我是好学生欸，好学生代表。但我在看 DC。昨天甲虫王就被发现了，甲虫王什么？小醉，你妈发现睡前没收睡，喂，没有，他自己都玩到很晚，他们需要专心。哦，你们这些薪水小偷，没有啦，辛苦了啦。因为我一直很想要出社会当 OL 看看，可能要等大学毕业后嘛。上班时间不行，第四种不健康，我觉得很好看，我觉得你们聊天很有趣。头上要疯了吗？我要跟大家分享，我要去打骨钉。我有讲过这件事情，我要去打骨钉。睡太久了，甲虫王者。
很酷啊。什么没营养，我不会学坏的、啊、真的觉得很喜欢看你聊天，我觉得很好笑。骨钉，牙齿打骨钉，因为我的牙齿有点歪，中线偏这边，所以我要把它拉过来。对啊，因为然后我就跟那个医生讲，啊，医生说，哎、欸，我也打过啊。他说，我说痛吗？他说，哦，麻药最痛，好像也是。我之前去拔智齿的时候，也是打麻药最痛，后面就没感觉。我在走廊问说，应该不会吧？因为拍照很明显啊，你看，你看一下现在是这样掉下来，有点歪，还用手去拔，就是。我那时候，因为其实就大概就是牙齿，因为我之前是直接这样歪嘛，然后现在已经把两边上下对齐，可是现在他没有对在这个中线的人中这里，所以我要把它整个拉过来。嗯，因为橡皮筋是极限，你才几岁拔智齿？我今年要17了。哎、欸，我明年可以喝酒。看我们笑什么？手机没看，没有我下一次吗？噩梦，超痛！那杰星跟我一模一样的症状，就我们牙齿长歪的，然后就是拔起来之后，我们整个然后整个肿成这样，要老了啊！呵呵，不好喝吗？我牙齿吗？我牙齿吗？这么乱啊，感觉有点脏。脸真的变小，你说我吗？你吗？我就拔这边两颗，我这边脸是比较小，没有。可是这样其实看不太出来。然后牙医就说，就是可能一般人范围，他说什么人看不出来，放在4 meter， 是吗？4 mm， 然后我大概现在缺差3 mm 左右吧。然后就说，他说他看得很清楚。然后问我说，他觉得说，因为我现在在做这个行业，他觉得说我可能会很在意，一直在意到很可能20岁，然后回来找他说，我想要打骨钉啦。我就很期待，不知道没拔智齿，有些人不用拔，其实我觉得不用拔就不用拔。橡皮筋很麻烦，橡皮筋真的，是什么幼稚园？我不想拔智齿，可是没办法。嗯。梨是哈娜。牙齿是很熟悉吗？牙医知道。没有，因为之前他在 Little Star 的时候，他觉得说，我去那间诊所，他觉得说，哦，你是我们诊所就是员工里面投票觉得说，哦。长得最好看的，然后就叫我说可能要给他照片给他，然后结果后来还没用照片，然后我爸就跟他讲说其实不能用照片，因为我有经纪人，然后就好像自己上网查吧，结果对，他自己上网查，然后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我现在是 AKB 48的成员，但他知道我在做这个行业。你吗？因为被告哎，对啊，就后来，然后就说他们，变成新片柠檬 ，Hello， 小松明明 ，Hello， 就有牙医师的出现，但先不要，牙医师蛮漂亮的，女生，谢阿凯送的玫瑰，沙琪的猫吗？对，是猫，看到猫就很兴奋。李峰 ，Hello， 不适合那偶像吗？没有，我没有说你不适合啊。你是偶像，你可以当。我觉得人人都可以成为偶像啊，不一定是要当
这种的偶像图嘞，不行不行，女医生对啊，嗯，女医生。七月二十七号 ，Hello， 很好。我觉得人人都可以称偶像，可以是各种偶像，也不一定。嗯。哦，你们这些人听到女生就，哎，照片呢？我最近要求有点痛痛，没有，他专门做矫正的啦，他没有在做人，他就当饭就好，哈哈，这样吗？其实我今天下午本来就想说练完习就回家，嗯，因为六点才练习，我又怕练一个小时就要回家，想说不要，可是我后来还是去练习。对，我想说先回家洗个澡，好久就下没洗，等一下去洗澡。哎，你看我的照片吗？很多的照片呢，那种像的支柱就好，精神支柱。哦，先休息，晚安晚安。打错字咯，怎么你的家？虽然我的家真的每次常常被老师打那个字，认真打同一个字，哎。你想当河马的偶像？河马吗？成为钢钉了，私人 Hello， 谢谢，哇，老师送的掌声鼓励。哎，我真的每次加都被打那个字，我真的，啊，然后他还没考完，真的我还没考完，真好笑。什么感人的歌？想谢你家。哎，我虽然也被打过这字 ，Hello Hello Hello， 你的字，那你在浪费时间，肯定要死的。侏儒河马超可爱的，侏儒，没有看过哎，还好我都打安全 ，safe safe， 换什么？上厅坏哎，超坏，真的。谢谢新人送的玫瑰，侏儒河马吗？看看，我看我看，啊，好小只哦，长得好奇怪哦。谢谢变身新人送的魔法棒，你看安安什么安安，喂阿尔法啊。很吸引注意啊！哎，你很像哎，怎么这样啊？哎，这怎么可爱啊？丑的可爱。谢谢思源送的掌声鼓励。天哪，他丑的可爱哎！他怎么可以长成这样啊？周家安，他怎么可以长成这样？居然没有像啊！周家安，你在学我朋友吗？我很怕之后分班没有跟他分同一班，有点 scare 啊。等一下，我突然想一件事，就是下礼拜直播好像在下午，啊，两三点一点。那没很方便听见，哎，啊，你居然打错打对字了，好棒！河马。那个是侏儒河马，我都抢过，好可爱！居然呢，欸？等一下哦，哎，欸，我播一点，播一点，我已经花了时间啊，明天就知道是不是？鬼河马，这什么鬼生物？怎么可爱？夜是活跃其实逗了一下，这太可爱了吧！可爱，
一点会断钩。天哪，要断钩钩了吗？阿尔法 ，Hello 手套，晚安，喝水水，水水，一点，好吧，不睡午觉了，大家可以来来，我那天可能。我跟你们赌，我那天绝对是刚睡醒，因为假日我一定是睡到饱。小孩们，早上起来不行不行，那时间我不行。下下周你就萌新啊哈！林小姐，林小姐，没有吗？他是小孩了没有？他现在侏儒和吗？他真的这么小只，好可爱哦！我要五千卡，他已经跟你说再见，我 ，no no， 早上开台，我自己会跟大家说再见，因为我真的，我一定会自然睡到下午三点。那我够久没？你要说个头呀？我可能我会十二点起床。看消息，好，还没反应就 hello Andy。早上我真的是起不来，你像我今天早上赶高铁，我也是睡到前三十分钟才起床。你们你会睡过头啊？我也觉得呢，怎么办？只是因为那个时间我爸妈会上班，我就觉得啊，这样没有人管我，太 free 了。好意思的，谢谢。没有，我们俩小嘴一定会叫醒。他说：“什么？这样你不是直播吗？”已经十二点半了哎，你要化妆吗？你还化妆？你要吃早餐哎？那我就，哦，没关系的，你要去吃。谢谢，好意思我看到你哦。你今天到半了。我今天跟默默还有发发，我们聊得很嗨耶。我们今天在春水堂吃饭，吃，我们就开始说，哎，我们玩真心话大冒险，我们那边笑到不行。早上应该起来看菜家，没有这个东西，就交给水表王去吧。我有点懒，我是负责改导的。哎，今天是不是钓鱼大会？我上次，哎，我今天，哎，不对，我上次去一个，我去竹子岛，然后我就抓一堆大虫子，然后就总共赚了26万，虽然好像没很多。小猪，你那点当下，他不行他，因为河马去年的，哎，我们家啊，不，我们的岛来的那个 number one 那叫谁啊？杰克、哦，他叫杰克吗？他叫杰克吗？嘿，强森。猜了，不会啦。那不要说，你说的吗？他应该，哎，他今天是没有看我直播，我有点难过，居然没有人理我，太难过了。他没有看我直播，你要讨厌我？为什么？因为杰克来我家吗？来我的岛吗？我岛上都是好的、欸，我们家专收那个。谢谢哈利送玫瑰，专收人气高的，什么草莓啊，现在什么？哦，花娜被我们赶走了，因为水表觉得很丑。然后接下来要赶的是皮猴，然后蒂芬妮跟那个，哎，可是我们刷了18张卷，虽然也还好18张卷，然后。算什么？没关系。然后，哇，很可爱。要不是杰克，就小论。对，下一个要啊，你有小论，小论超可爱。我说我下一个想要美美，不小论。然后还要赶走那个谁？对，蓝色那只，蓝色也很可爱的。他叫什么？你知道水源吗？我们家也在收元气膏。还有那个谁，养勺吗？养勺也在我们家。还有对啊，养勺草莓，下一个我感觉是皮猴嘛，
然后他要赶走蒂芬妮，再来是一个他叫什么啦？因为蒂芬妮的家跟另一个是出事，然后需要戴眼镜，有他戴眼镜的，他学那个谁，美玲贾美，你都说哦，不是雷姆，他叫雷姆吗？等一下啊、哦，叫什么岛民等级？现在直接打当岛民，然后就一堆等级。人气小论个性超渣男，真的，我觉得很可爱，真的吗？可爱最重要。奶粉君 ，Hello， 他叫做这只。这只要改，不是不是，这只它叫什么？我们之前有遇过雷姆，有遇过雷姆，然后可是没有想要收它，可是结果我们后来发现它是等级是 S， 我们就有点后悔。哎，不对，不是雷姆。是楠木板，是这只啦，这只，接下来赶走，因为他的家是初始岛民的家。我第一次看到雷姆的时候，我以为他叫雅伯、欸，我不知道怎么，我觉得他好像很适合叫雅伯的名字。嗯嗯，我觉得岛民最重要是可爱，就是张婉婉。没关系，我们有养小跟草莓。哦，如果现在只有收雅伯不是、啊、雷姆的话，就我们家就是高级岛民。小兔耳朵 ，Hello， Kier。然后现在还有那个谁，异色瞳那只叫什么？杰克。雅图姆，不是，他叫雷姆，只是我一直叫他雅伯，因为我觉得他的脸真的好适合叫雅伯。不是有人讨厌去当狱长？哎、欸，对啊，他讨厌。可是那个叫什么？我觉得他长得丑。哎、欸，他也是 S 等级的，然后居然把他赶走。认真，没关系。可是我们遇到了雅，而、啊、不是那个杰克，无名的烦。然后下一条是沙耶罗、沙婆、沙罗婆、沙，我不知道叫什么。现在有这只，我们之后也要把它赶走，因为它太丑了。可以看你的 IG， 张婉婉跟小论，今天张婉婉、小论超可爱，我也想要小论。然后这是美玲，可爱。雅图秋卡，谁是雅图？章鱼烧上面有两只，章鱼烧吗？不要章鱼烧。不知道什么，现在很不想吃章鱼烧。啊，英英也很可爱，英英我没有看过这只哎。岛民，英英。我的 not my type， 对，他不是我喜欢的样子。怎么我就哦，因为怎么变样？因为今天练舞，然后刘海有点湿，所以我就把它拨旁边，不然有点可怕。下次直播就变坏了。好的，你先从第几？我们从第十好不好？第十名是第十名是奕晨，第九名是田中豆粒王，第八名是浩毅，
第七名是 DJ， 第六名是变成新鲜柠檬，第五名是 Akira， 第四名是本文，第三名是圈平宁，恭喜，谢谢。第二名是泥巴性平，第一名是落日一笑，谢谢大家。对，我讲话讲一讲就三十六分，很快，莫名。越看越美了，谢谢塔瓦哥啊。突然间完全听不懂话题哦，我们来聊那个啦，动森的动物。今天没有事，对啊，那没有事，啊，有看到没啊？最近有涨一些小粉丝吗？微事故啊，有吗？没有吧，没有吧，没有。对啊，说不不要偷爬 DC 哦，我一定会爬的，我现在就爬。哎呀，敲到手，敲到手，敲到手，什么？周家安全下妆，全下妆，哼，我看一下，忘记麦菜，全部在聊哈，天天笑死。现在看来今天的截图没事，今天应该还好吧。好了，下次直播大家也要来看哦。那今天早点休息。嗯，好，晚安，我关了。听说浪漫服会延迟，对不对？对不对？听说有严重的延迟，所以后面成员讲的话都听不到。嗯哼，好，我关了，拜拜，先暖心一下，好，考试加油。